退到这个位置以后，所有的人再慢速的再鞠个躬，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就落下来，就收掉了，好吗？好吧。OK， 一切 OK。那个花神再留一下，其他人赶快去化妆，谢谢。2016年6月12日，为了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曲团带了《临川四梦》到深圳连演4天。在第二天上演的《牡丹亭》中，75岁的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会亮相舞台，饰演柳梦梅。经典折子戏《实话教化》这出小生独角戏，蔡正仁演过无数次。7点半开戏，预计轮到蔡正仁上台要晚上9点，但是他按照习惯，下午4点半就到后台准备了。随着年岁渐高，蔡正仁登台的次数日益减少，观众更加渴求见到舞台上的他，因此今天的票又早早卖空了。回去了，我没画啊，拿来看看，妈妈没画。蔡正仁与昆曲的结缘还要从60多年前讲起。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喜欢京剧的一个，拿现在来讲是个京剧爱好者。家乡正则这个地方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有些剧团来到我们这个镇上来演出。那么我父亲当然也喜欢看戏，总是把我带上一块看戏。有一次我父亲呢，就从解放日报的那个看到那个一个广告，是吧，招生广告。这个招生呢，就是当时的就是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它是这样一个全称，招生。虽然看过很多戏，但蔡正仁对昆曲却是一无所知。其实那时候知道昆曲的人也不多。上世纪50年代，昆曲这个戏曲的没落贵族早已过了鼎盛时期。蔡正仁的父亲知道昆曲的困境，觉得没有前途，颇为犹豫。我没听说过这个昆曲是怎么回事。当时呢，我就跟父亲说，只要跟京剧差不多，也是穿龙袍的，那我就想去考考试试看。12岁的蔡正仁只身前往上海，谁知那时的艺考竞争激烈的程度不亚于今时今日，几千人报考，复试只有120个名额，120人中再选60人。当时一看，哎呦，这个架势不得了。心里想，我这个一个从那个农村小镇上来的，心里头要没底。我记得我唱一首歌《二郎山》，
叫二亚门二郎山，这个就是唱的很高啊，居然就这个把那个拉胡琴伴奏的这个弦儿断了。也许是天生清亮的高音嗓给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让蔡正仁以高分考进了华东戏曲研究院第一届昆曲演员训练班。传统戏曲的学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每天的课程都是排得满满的，清晨6点起床练早功，踢腿下腰跑圆场，上午练毯子功把子功，下午拍曲曲词讲解学功扯谱。蔡正仁喜欢唱，但形体上就有点吃力。练功的项目叫搬腿，就是站直了，老师拿一条这个顶住你的膝盖，然后另外把他的手把那另外一条腿给搬起来，搬起来这条腿也要伸直，也不能微曲，完全不行。哎，要从这个地方一叭叭叭搬到这儿，一直搬到这儿。像我这个腿就不太适应，骨头比较硬，那个过程呢很苦，也很疼。我们私底下说这是上刑罚，上刑啊。第二个学期开始分行当，蔡正仁毫不犹豫选了老生，而没有选择小生。我小时候我对小生是非常讨厌的，很不喜欢。那么这个呢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也是剧团里头演小生的这个演员的水平嘛也比较差，所以没有好的印象。那么当时我进学校报到来学习的时候，我是抱定宗旨要我演小生，我坚决不答应，不干，是吧。为什么这样？我就是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头对小生没有好感。在昆曲里，小生是主要行当，小生又分为金生、官生、穷生和智尾生，而官生又分扮演年轻官员的小官生和扮演帝王的挂髯口的大官生。蔡正仁甚为羡慕的皇帝戏在昆曲里大多由大官生应功，比如最为出名的昆剧三帝，长生殿中的唐明皇，千钟鲁残赌中的建文帝，还有铁冠图撞钟分工中的崇祯帝。哪里想得到这些小生戏如今都是蔡正仁的代表剧目。为什么后来小生就成了我这个终生职业？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于振飞老师。于老师呢，当时从香港回到上海，他听说上海有一个昆曲演员训练班，是吧？刚刚招满了60个学生，他很高兴，他就跑到我们这儿学校来看，他就亲自跟朱传明老师两个人演了一出《萍雪变宗》。哎呀，这个戏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清楚的记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戏把我从头到尾，于老师一出来就把我吸引住了，一直到最后结束，我看到了完全入了迷了啊。那么就打这个于老师这个戏演完了以后，我脑子里就开始翻腾了。我说，哎，这样的一个小生怎么那么演得那么令人可爱？我呢开始对小生的有看法也扭转了。但此时的蔡正仁还是老生组的一名学员，如果学得顺利，应该不会转行。偏巧这时蔡正仁进入了倒仓期。倒仓是戏曲演员逃不开的生死关，尤其是男孩子。青春期发育，嗓音变低变哑，如果迈不过这个坎儿，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甚至转行。蔡正仁的嗓子久久不见起色，有一段时间还被安排进了武生组，
他非常苦闷彷徨，不甘心又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呢，我的启蒙老师叫沈传志老师，他在教雷峰塔的断桥，小升祖的许仙呢都不是太满意，我那个时候呢，是在老升祖，他就开始到，因为小升跟老升的形象上面还比较接近，他就开始到老升祖手去挑，挑来挑去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可以试试，就把我就跟弄到小升祖来，说你来学那个许仙。这时蔡正仁的嗓子渐渐恢复，没想到许仙一角一试就成了，不仅让老师眼前一亮，而且受到众多白娘子的喜欢。蔡正仁本身忠厚憨直的性格与许仙就有几分相似。没想到让蔡正仁从老生转行小生的许仙一角儿，成为他艺术生涯的起点。1961年8月，蔡正仁所在的昆大班提前毕业，与京大班组成京昆实验剧团。当时新中国的戏改已经如火如荼进行了10年，年轻有活力的京昆实验剧团成了一张文化名片，代表新中国的艺术形象到香港演出。蔡正仁出演的《白蛇传》在香港取得空前成功。在香港一炮而红的蔡正仁正是春风得意，风华正茂，《白蛇传》日后也成为了他的代表剧目，越演越有了自己的风格。而有些戏却是初学容易，越学越难，经历磨砺才能渐入佳境。一出《太白醉血》让蔡正仁越发感到昆曲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个醉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醉态，醉态当中它有各种不同的笑声，有各种不同的醉步，还有各个眼睛醉眼，就各种表演上你都要让观众看出说这是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一个大诗人。我在学《太白醉写》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没有喝过一滴酒，我就是完全模仿老师的一举一动。所谓学得好，也就是把老师一样化活路，看你哪个学得更像老师，就算学得不错。学完了我也演了，也不懂，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我老师说这个戏非常难演，但是我把它演下来了，把这个困难就攻克了，是吧？那么自己有一点很得意的。太白醉写原名吟诗脱靴，传奇惊鸿记中的两折，是难度极高的大官生戏。于振飞先生是20几岁的时候跟沈月泉先生学习了这出吟诗脱靴，和当时的蔡正仁年纪差不多，但是于老师演了一次之后便不敢再演，直到40岁后才在兰心大戏院再次演出，改名《太白醉写》，一举成为经典。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以后，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不满意了。我也照老师一模一样，是吧？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为什么我跟他来的不就这个老师来的一看，人家都说，老师这个是大师生气度非常好，你来这个，这个太肤浅了，不懂。常言道四十不惑，但在昆曲艺术上不断钻研勤学苦练的蔡正仁，却在40岁的时候因为《太白醉写》这出戏越来越感到困惑。在一次演出中，他像往常一样扮好了上台，但熟悉的念白和身段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浑身都不对劲儿。
戏演完，蔡正仁辗转反侧，连夜写信给老师于振飞。于老师的回信让蔡正仁发怔。正仁，你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他就说，你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不满意自己，不满意就是觉得差距很大。他说，我认为恰恰说明你有进步了。通过学太白醉拳，我真的自己体会到了。从学形到学神，从模仿动作到揣摩内心，蔡正仁经历了时代变化，人生起伏，终于能够深入地理解李太白这个人物，可以在精神气质上贴近他。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醉态和笑声，因为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内在情感的支撑，才有了神韵。被蔡正仁看成另一种艰难磨砺的，无疑是他和整个昆剧经历的黑暗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蔡正仁被调离演员队，进食堂负责管账，监管分发饭菜。蔡正仁完全不会管账，苦不堪言，没多久便被下放五七干校，每天插秧摘棉花，彻底离开了剧团和舞台。我脑海里头是想不通的，亲手把我们学的个剧本撕掉，撕完了以后就烧掉，无法接受。经过6年的改造学习，蔡正仁终于得到了一个回到舞台的机会。他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担任邵建波的 C 角。但是昆剧小生出生的蔡正仁怎么唱得了京剧老生呢？小生我们这个昆曲唱啊，它的一个歌唱方法，它这个是用真嗓跟假嗓混合使用的。哎，那么你文革以后演革命现代戏了，但根本不可能用假嗓了，是吧？那么就你要就练，要练真嗓。那我要当演员，我必须要练真嗓，要练到3到5年的练习，不停的要练，所以你才能可以唱，是吧？你唱那个什么什么，杨子荣啊，什么那个李玉和啊。那个郭建光啊，你才可以去唱。蔡正仁的想法很简单，他不想放弃舞台。他起早贪黑的练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唱段，全剧的唱念身段都学下来，甚至练到与 A 角即可乱真的程度。但事实是，他从未有过一次真正演出邵建波的机会。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只能演匪兵和老乡。即便这样，蔡正仁也很满足了，至少可以登台。整个传统戏大概整整有15个年头没法练的。这个15个年头完全耽搁了，浪费了，就是这个。那么现在看看呢，如果有这个15个年头，我还可以学更多的戏，还可以排出更多的戏来，是吧？不行了，等到全面恢复传统剧，我的几位老师，有的老师也就走掉了。那么到现在呢，我就认识到，把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个折腾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运动，实际上就把它看成是我们在生活、在
学习工作当中的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磨练过程。文革结束，蔡成仁领头联合几位同学申请成立上海昆剧团，于振飞大师出任首任团长。每个人都热情地投入练功排练，想把十几年失去的抢回来。蔡成仁为了把昆剧小生的小嗓再练回来，又付出了几倍努力，花了三年才逐渐恢复。他和团员们一起以一年两三部的速度推出新戏，同时又着手恢复老一辈大家的代表剧目。到了1986年，上昆启动新编长生殿的计划。蔡正仁虽然从小就演长生殿中的经典折子戏，但这一版长生殿排演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创作。一是要从单折戏丰富为整本戏，在年龄变化中塑造一个完整的有性格层次的唐明皇形象。二是要突出唐明皇对杨贵妃情感的发展。蔡正仁在大观生的基础上融入了老生武生的表演，形象更为丰富感人。整个的昆曲界小生当中呢，大概演唐明皇演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了，所以呢，观众给了我一个美妙动听的这个称号，是吧？叫我蔡明皇。哎呀，我那个说明观众对我的鼓励，哎，我自己呢也感觉到，这只能是观众的鼓励，可我千万不能自以为我就是蔡明皇了，那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了，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认识到，只要是肯努力、肯下功夫，观众就受欢迎，观众就能够鼓励我们当演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是很感谢观众对我的肯定。87版长生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让白先勇惊为天人，还深深打动了日本观众，并且为之后上昆几个版本的长生殿奠定了基础。1989年，蔡正仁担任上海昆剧团团长。虽然以他的本性只想当一个演员，但既然当了团长，就得迎难而上，不遗余力地排大戏、排好戏，直至2007年。耗费他最大心力的四本长生殿上演。首演前的一个月，他卸去团长职务，带着一身疲惫离开领导岗位，但也带着一份享受和荣耀回归纯粹的演员身份。我从40岁以后，我一直演到现在，30多年了，将近40年了。这个漫长的一个舞台实践呢，确实，一方面恢复了传统，一方面呢还带出了一批学生。上昆剧团的排练厅，蔡正仁每周要来给团员们教学。唐明皇的一个眼神、一个抬手，都要仔细的指导。他坚持这样的言传身教，是他传承昆剧的责任。现在的这个时光，可以说是我从事昆曲60多年以来最好的时光。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昆曲不会亡啊，它可以继续继承发展下去。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还是
老天不负有心人呢。